喂，老爷，哎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今天路上有点堵车，等会儿我马上就到啊。走吧，走吧。罗燕，咱们吃完冰淇淋就先回去吧。大嘴约我一会儿打那个拳皇。之前不是说好了陪我去书店吗？下次呗，啊，下次。那我跟你一起去。啊。我都输了一上午了，打完了。今天手太臭了，罗岩你看着啊，下一局一定虐他。哎，三哥，说你旁边坐了个美女，心里的小鹿乱撞，施展不开了。废什么话，看看这局就知道了。哎，喂，对呀，啊，我要回去了。啊，今天这么着急啊？哎，罗岩，顺便帮我去前台买点碧白。哎呦我去，女孩子真是麻烦。看什么看？继续啊！快去去去去！在吗？你回家了吗？回了。我们什么时候再去图书馆？我们什么时候再去电影院？
昨晚怎么不回我信息啊？我昨天晚上睡得早，没看见。天哥，要不然下午你就别去了。球友啊，碰见了一起打个球而已。哎，愣着干嘛呀？追呀！追什么呀？他要走就随他去呗。打球，打球。你没事吧？还打吗？没事，继续。来了啊！加油，加油！稳住，稳住，稳住！稳住，稳住，稳住！没球了，好，没了。哎，稳住，稳住！来了，来了。别动！愿赌服输。哎，谢谢飞哥，谢谢飞哥，谢谢飞哥。嗯，下次继续，我让请。
林洛渊同学，我可以看看你的手机吗？谢谢。方方面面都说你是一个好学生，你不是在谈恋爱吧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那就好，我相信你。你被点名批评过吗？没有。回去吧。去吧。全校的老师同学们注意了啊！下面播报一则通报批评。本校的两名同学再次在上课时间逃课外出，其行为严重违反了学校的规章制度以及管理条例，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。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负责追找逃课同学的班级干部后来居然和逃课的同学一起逃课了，并且在短信中大吵，说什么？说好吧好吧，那以后咱们不要再单独见面了。什么意思？所以说我决定，我今天要点名，就是林洛渊，是邵天涯，给这两位同学通报批评一次，以儆效尤。无论是谁，如果再发生逃课这样的行为，学校必将严惩不贷，同时会予以记过以及开除处理。希望两位同学尽快恢复理智，把心思重新放回到学习上来，尤其是其他同学要引以为戒，严格遵守校规校纪。林洛渊竟然逃课了，这不是真的，这邵天阳真不是个东西。我上次还看见他带着林洛渊去夜店了。啊，林洛渊这么单纯的一个女孩，都被邵天阳带坏了。哎，你们也别公办邵天阳，一个巴掌拍不响，连夜店都去了。我就不信林洛渊能坚持到哪儿去。江不凡同学，你们到晚餐的时间了吧？我就在你们学校门口，速速出来接驾。你不出来，我可就进去了。我想着你每天吃食堂肯定会腻，本小姐今天恰好去了趟肯德基，就顺便给你带了一份，你不用谢我啊。我这不太好吧？喂，我特意跑过来一趟的，你可不要不给我面子啊。那好吧，我给你钱。哎呀，给我什么钱啊，你下回谢我吃顿饭不就好了。我们这段时间学业太忙了，我还是给你钱吧。那你拿着吧。哎呀，这个怎么塞不进去啊？要不算了吧，你还是自己拿回去吃吧。
姜木桃，你的心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这个铁围栏呢？没关系的，我可以自己走进来。大哥，我是那个前面男孩的女朋友，我给他送点吃的，送完我就走，您给通融一下呗。谢谢啊。那我刚刚说是你女朋友，纯粹是为了进门，你可别认真啊。谢谢。那个后天是周六，5月20日，我这正好两张电影票，听朋友说电影还不错，我们一起去看吧。我得在家复习。哎呀，看场电影不会考不上好大学的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都说了不会去的，我真的没有时间。说什么学习忙都是借口，说白了你就是讨厌我。如果是林洛烟，你肯定一口就答应，你根本就是喜欢林洛烟，你敢说不是？就算是林洛烟我也不会去的，况且林洛烟根本就不会这样做。谁说的？他和邵天佑经常一起去看电影。他们是他们。那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像他们一样呢？哪怕一天也行啊。对不起。你是木头吗？林洛烟他已经有邵天阳了，他喜欢的是邵天阳，请你让他们一起去。你闭嘴。你为什么就是不能考虑我呢？我比林洛烟差很多吗？我难道没有她漂亮吗？你是很好看，但是我最讨厌像这样随随便便的女生，像个三陪。江凡，林洛烟，嗯，没什么事儿，那我就先走了。你等一下。我们这个周末去看电影好吗？怎么？你不喜欢看电影吗？不。你不喜欢吗？不是的，林洛烟，我。你要是不喜欢，那就算了吧。我有点饿了。哎，这才几点呀？咋关门了？不知道。那走吧。
是很好看，但是我最讨厌像这样随随便便的女生，像个三陪。像三陪，像三陪。你也跟着我逃课啊？对呀。你知道我去哪儿吗？你去哪儿，我去哪儿。天阳，天阳，我们不要去好不好？明天是520，我给你做的蛋糕，我们一起吃蛋糕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去吃饭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去酒吧好不好？不是你说的不要再单独见面的吗？天阳，天阳，天阳，你看一下，你喜欢吗？哎呀，你干什么呀？你不要再我知道吗？我们和好吧，就像以前一样，我们一起去吃饭，一起看电影，一起去迪馆，好吗？如果我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，我都可以改的。你没有做错什么，开心就在一起，不开心就分开了。天啊，我们和好吧。你有完没完啊？我们和好吧。哎呀，你好烦啊！陆言。Thank you.
曾经芬芳的回忆，我早已习惯那。